你上那边去啊，上那边去。杰哥，还是你对我好。慢点啊。你们都出点意啊，这来到大学校园了，我们应该有点小清新的感觉，对不对？对。对对，看看人家程曦，谈情说爱社团的是吧？嗯，我们两个是颜值担当。哇！哎，冷面人呢？冷面呢？冷面呢？做冷面的冷面人呢？今天只有冷，没有冷面。嗯，弄啥弄啥？这几点了？哪个宿舍的？宿舍几点关门知道不？你知道不知道不啊？不能用电器，你知道不知道？男生不让进女生宿舍，你知道不知道？啊！啊！宿管阿姨，宿管是干啥的？就特别像包租婆那种。我听到这个跟我大学的时候是一模一样的。对，就是这样的，对对。你们是我教过的最差的一届学生，你们要想上我的课，就必须守我的规矩，不许迟到，不许旷课，不许聊天，不许吃零食，不许玩游戏，更不许谈恋爱。如果被我发现一次，那就按挂科处理。教导主任，不，这是现在的学校吗？这是？嗯，现在的学校也有老师是这样的。哦，我们当时的教导主任就是这样子讲过同样的话。啊，你为什么要撒娇说话？你正常说话行。他这么说话，我愿意听。好。